下面给大家演示一下稍微近网一点的下旋短球在反手位的应对，这个称为抹，也可以叫撇，和刮的动作基本一样，只不过就力量要轻柔。轻柔的好处是对方借不上力，击球时间和发力都一样，只不过就是力量要掌握的灵活一点，使对方接你这种球就好像太极拳一样使不上劲儿。可以根据击球部位随意刮出球的任何的一个落点，击球时间还是在最高点前期。其中有一个借力，抹跟刮差不多，无非就是加大横向力度，减少往前的力度，手腕要放松，力量更轻一点，更柔一点，使过去的球只要过网就可以。特点就是什么呢？虽然慢一点，但是对方呢接不上你的力，而且球还短。这种技术运用于在双打中接发球这关口最好用，长焦运动员在双打中最占便宜。对方发下旋固定区域，轻抹这个小角，正手小三角，是吧？最管用。然后突然再抹这边直线，根据对方站位和对方是左手还是右手拿拍区别对待，对，管用。